南投县的年度大活动一月潭板人游行比赛将要伫九月七日正式展开。这边有来自36个国家，总共23000多个选手来报名参加。县府透过记者会感谢各企业团体协助，同时嘛来宣布，在中华民国游泳协会共同努力之下，九月七日这天将要来举办第一摆的马拉松游泳世界巡回比赛。到时将会吸引更加多奥运级选手前来参加。众人最近开着红布条，宣布日月潭万人引导将在九月一号闹热展开。到时阵将有23400多人到场参加，官府颁发着感谢状，获得协助企业团体做伙来为活动宣传。陈振中陈理事长，谢谢你们。县政府表示，日月潭是全国上水的风景区，万人引导已经举办了37年，报名人数嘛愈来愈多。成功引导日月潭是人生真重要的挑战，卖做个上好维护计划，确保着大家安全性。各方面的配合哈，目前整个活动是非常紧密，甚至于非常顺利，因为有各参与单位共同来配合，包括我们水上救生的有三个县市的水上救生队来参与，另外有三个大型医院的医师来进驻。另外，经过着管护甲中华民国游泳协会这四年来争取之下，世界马拉松游泳系列比赛九月七号嘛将伫日月潭精彩来展开。然后九月七号也，我们目前国内有派出将近20名的一个游泳国手，然后进行跟世界各国来的选手进行一个比赛。然后这场比赛那个我那泳协这方面也有提供那个分区赛的奖金，然后也是FINA这边也有按照积分下去做评比，所以对世界各国的选手来讲的话，他们都是很愿意来这边尝试。县政府表示，日月潭万人引导，会使讲已经达到世界级的体育活动，希望讲把日月潭的水呈现予世界各地，卖使为县内运动观光产业带来着偌济商机。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。